防脱养元清，去油真勇士。本节目由控油防脱养元清独家冠名播出。加入会员，封神质子团训练幕后全方位揭秘。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海内外院线正在热映中。防脱养元清，去油真勇士。本节目由控油防脱养元清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芒果 TV 联合《封神》系列电影独家定制的演员成长纪实观察类真人秀《封神训练营》。大家好，我是吴昕。大家好，我是沈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乌尔善导演以及来自于《封神训练营》的各位优秀学员们。耶！新的一期又开始了。是的。老规矩，于是你的趴，来来来。这一次要不我们就用开心的吧。开心的就是那个从营里出来的那种开心是吗？就是像我们要那个过年回家那种感觉。封神训练营感觉完了。好，哎，好好好，你可以啊。我们要那个，哎，要不加一个仪式，那个666666。行，那这把666来来这个是吧？对，什么时候这样？就是干就完了。好来啊。好，3、2、1开始。封神训练营干就完了。又加了一个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上他这口号。我突然发现这个有技巧。嗯，就你看他们帅的帅，美的美，他们摆的时候是这样的，就很、哦、他们没有太大动作。但如果你同时晃头就很奇怪，就是就感觉真的很开心吗？感觉不太对劲，有点不太对劲。但是这一期有更开心的，因为听说这个马术组这个课程有变化了。是的、哦、就是他们进阶了。好，那我们事不宜迟，来来来，赶紧看，马上给大家看、嗯、来。哎呀，我们马术是从2018年的1月多开始练。嗯，差一点，右肩，右往上趴，哎，轻松。一、二，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训练。不要停，快步，去体会满是小运。光是打浪起坐，就练了好久。因为基础是一切的根源。从刚开始的漫步打浪，然后到跑步，做一些队形。继续，不要停。哎，对，挺好，保持住。此时已经训练5个多月了。对，我也得每天这么努力训练，我就是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上来就是啊，太开心了，这个60公里。开车都要开好久，能颠晕车吧，给我颠晕马。干啥呢？干啥呢？被传染了，被你带偏了。你吉姆，你为什么带一个那个毛巾啊？因为冷嘛。然后没有带围巾是吗？对，我没带，然后这个刚好可以挡着风。期待那个今天的那个骑马吗？什么？期待今天的拉练吗？特别期待，这是我5个月以来最期待的一次，想想都刺激。60公里，好，加油！真的加油，必须的，雄切、嗯，你们要注意安全。好的。知道我是谁吗？看你皮衣就知道了。一看这个皮衣，我就知道是谁，猴哥。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呀、啊？我不告诉你，你自己猜。还好呢，看我怎么接。哎，你男朋友呢？男朋友在他手里头。在他手里头。那个摄像机。哦。你
怎么又出现了？你是谁？刘德华，这是我，我这是刘德华。刘德华答应了。好了，刘德华要去。刘德华。好了，宝宝。白马先拉出来，拉马出来到这边啊。哎，自己备马。这马都没想到今天来了一批野人，感觉是。走了，小老弟。那你们是骑马去的还是？没有，我们开那个就是那个大巴车嘛，训练营的。那马怎么去的？马是当地牧民的马。这个时候马就已经是专属的了吗？不是，这个是临时的，其实是牧民家的马。对，只有这个马才能在草原上跑。翘臀，我的脚都好短。哎呀，这马术方面，我变得更自如了。我觉得，只要是不是野马，调教我的，我都敢上。这回已经相当自信了啊！哎呦，大力看。眼睛的那一块是白的，剩下全是灰，跟那猴哥的马似的。你还好吗？好，人都说了，放松点啊。Hello， 同学们。哇塞，潘志林。哎，好快呀，时间过的。非要成效哎，皮衣哥。我洗的嘛，猴哥的戏最多。说啥呢？听不懂，猴语去。敢再说我的皮衣很帅？不是新疆吗？是吧？不是，坝上，内蒙跟河北交界的。再下面的路就是下坡路，然后河谷路，就沿着那个溪水河一直向西。你是他。开始了是吗？赛马真的是在赛马，开始冲了，感受一下古代的这骑手们长途奔袭的感觉啊！当时分享在我们群里了，发了朋友圈，我记得当时。这已经可以这样跑了。感觉这会儿换上服装就可以变殷商勇士。对。怎么样？刚刚大概有50迈，全速前进。这有点吹了，就是。行军20里，差不多20里了，10公里有了。下马六马。
闹枕了。哎呦，我的老腰啊！遭老罪了，马叔老师。哎呀，这个骑马。你刚刚骑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很难拉，就是很兴奋，跑起来就是一直在不想停。他总是躲我。来，我们合张影。怎么样，骑的爽？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帅？有。我们在车上都觉得你超帅的。风神第一帅。有。大家一起骑特别爽，感觉。没看到我骑吗？冲在第一个，我这马跑得特别快，跑得最快的一个应该是。刚才那个过河的时候，刚过河的时候是这样子，他从河上直接跳上去了，没有停，然后我就直接带着一起跳上去了，太爽了，这马，真正的好马，马头就是这样。要正，要风。爽吗？这匹马刘涵？太快了，快的我都快飞起来了。我全程我就只有拉，永远都没有那么快。小涵涵太可爱了，这马还能听懂话。大喜，你对他唱歌可以不？唱歌？对。我脸上全是泥点子，不唱了吧？桃园的朋友们，你们好。让我们大家来一首《最炫民族风》。哎呦，还拉下拉链，你看，哎。哎呦。不是啊，是套马的汉子。套马的娘子。汉子，你威武雄壮。谁在唱啊？徐涵。是我太嗨了，我再来一次行吗？我再来一次行吗？你再来一次吧。不是我甩这个，我怕把我马吓着。啊，可以。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啦啦啦啦，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这个挺漂亮的。这里是跟哪些训练的？小雪寒，这种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就特别适合唱我们江夏的歌。好。啊呜啊嘿马克，啊咿呀。咋？我昨天现在头刺的，昨天感冒，所以唱不好。一会儿有感觉了再唱。我自卑。这个。그때그수도라무자서아픔아니지추유일부질러즈모微风儿，风儿，请你留下。哎，不唱。晒得好黑呀！你害羞了？训练了，训练了，下次再唱。来，赶快加油吃饭。一二三四。哇，吃的西红柿都是爱你的形状。看这个。哦，哎呦，干饭人吃的不错哈、啊，因为我们是去那个村民家跟村民一起吃的，本来我的原来的想法是让你们自己带干粮那种，肉干和干粮，还想吃这么好，让我自己带点水果，慢点吃，别把土吃进去，你得少吃点，他给他穿稀了，没事儿，青草。他们说吃青草好。
拖拉机倒车也要这么帅吗？他这太像倒车了，好吧，于是摆拍就行了，不用真倒车吗？哦，在摆拍啊，我以为要启动了。哦，我想起来，我追猪那天就是在外面，这家的外面。于是他好倔强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时因为那个是一个农家院，那个人家养了很多小动物，我为什么要跟他互动，是因为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猪喜欢你，就是他对我挺有兴趣的感觉。就这只猪跟你就开始互动？对，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我说哎，挺有意思。我说咱俩拍个视频，因为那会儿我说拍个视频发朋友圈去，但是我一追他，他就跑，他一直跑，然后我心里就非常不平衡。我说你不可以跑，必须要跟我拍照，但是好像最后都没有拍成。小伙儿挺热爱生活呀。如果单把这段故事摘出来听，还是挺诡异的。对，他发现一只猪对他有兴趣。不是，因为他在看着我，然后我也看着他，然后我就觉得对上眼了。对上眼了。我说互相喜欢上了，好像感觉我没有敌意，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对，你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出发了，要出发了。刚刚只是一个热身，现在才真的开始了。于是 say hi。 hi。Hello， 来，跟他打个招呼。走进镜头。看我的搭档。都魁梧，两个都是，一个是海亮，一个是诺。我就夹在两个人的中间，特别有安全感。保护我了，走吧。地貌都有啊，沙地、草原。冷到呼麦，你这是？冷到呼麦。对啊。看着，好像特别热烈，有沙尘暴。快看看。后来都有点看不清前面。有沙尘吗？剪辑师你好，看着如此恶劣的环境没？来看一下这镜头，如此恶劣的环境，你看这脚下晃呢，这支杖晃呢。真不是我拍虚了，也不是我晃啊，这真是大自然不允许啊，辛苦了。人先回来，让他们人先进来。哎，把人进来，把人进来。分干两只，肉干。来姐。来，我觉得挺好的，各位，各位，各位，大夫，我们这拿肋条不好，习惯了就好了。真挺硬的哦。哇，走不动，太硬了。为什么我吃的那么的窘迫呀？感觉老病，腰肌比较发达。
往前走吧。来。还有个走马的，蒙古马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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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公里就不停的跑，特别开心。经历的那些你才会知道，挺难得。很好，很爽，非常爽，非常舒服，非常爽，太爽了，奔腾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想了很久很久了，终于可以狂奔一次。是在台湾一定都没有这种机会的，很高兴可以来到就是这种草原骑马，这很帅，这个登顶了。哦，我真的还是看这些画面一下能想起来，就紧接着发生什么都真的一下就能想起来，挺震撼的。怎么样啊感觉？哎呀，一个字儿爽。哎，冯大彪爽得这么爽。马太累了。你累吗？我还行，马比较累。整个骑下来真的出不会累，特别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很刺激。有没有受伤啊？啊，有没有受伤？没有没有。哦，屁股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痂，你看我今天那个尿布都流，我是个洞了。最勇敢的儿子，真的不累，真的还可以跑的话，真的还想再跑一下，因为在平常马场可以没有机会可以跑那么久，真的。在那么宽阔无际的草原上，哇！驰骋起来千里万里，我的天！看看你的手，为什么是黄色的？因为骑马骑得太爽，手都爽的，爽的已经现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但是感谢兄弟吴汉坤，他给我换了一匹马，所以我今天骑得特别爽。刚刚骑。感谢了你一下，就是因为你回来换了马。哇，他眼睛都红了，汉坤。嗯，吹的。嗯，要爽必须爽，对吧？对。你看是不是手太爽？对，就是手，我的可以拍了。待会儿要对比一下。戴手套戴的那个，估计勒那个缰绳。对他，黄手套掉色了。拉马拉太狠了。太狠了。哦，60公里。60公里，我们导演计算了一下，相当于从长沙的五一广场骑到宁乡。60公里开车也要开一阵儿的，而且马的时速其实也达不到汽车的那个时速，而且中间一定要休息的，马也要缓一缓，对，稍微那个休息休息。对，我是觉得人拉练不咋地，马受得了吗？马车60公里，这一次马比较遭罪，因为我们想过他们这个牧民的马一般都是游客过去，然后他们可能任务就是坐在马上，然后牧民马官拉着这个马走溜达溜达，然后第一次他们可能第一次接这么大活儿，就是说一下租出去二三十匹马，然后一起骑60公里，然后回去的时候我记得那些牧民都很心疼，说我们从来马没有跑过这么久。我看于是抱那个马合影，那马一脸疲惫，还怪人家说他老躲我。那你们骑马有什么秘密武器吗？其实每个人都有发那个成人纸尿裤，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要骑60公里的话，其实大概时间是一天，就是骑一整天，那个可能会磨出泡啊，磨得很疼，这样子坚持不下来，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备了，但是有的人就带，有的人就没带。但是如果没有带的话真的会磨破，是不是？肯定会啊。有比如说像小腿内侧、膝盖，然后屁股，然后脚踝，对，都会手会磨到。那这些地方需要带什么秘密武器给它保护吗？
需要穿紧身的裤子，马裤、马术裤，最好是有那个护腿或者马靴。靴子，它起到保护，同时减弱那个摩擦，是吧？是的。其实不止这个坝上有垫这个尿不湿，在我们在那个冀州城之战，在周王在演讲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垫尿不湿在拍戏的。哎，但我想请教一下导演啊，就我们看到他们这个60公里的拉链，那距离实际电影当中需要他们完成的跟马的这个互动的部分还差多远？还是说其实他们已经达到了？差很远，还很远。对，因为他们在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打下一个基础，其实没有任何技术训练的。因为他们在电影里要做很多马术的技术训练，这个相当于他们在马背上面已经从容了，然后能感受到骑马的乐趣了。然后这个拉链比较重要，为什么安排这个拉链，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古代的骑兵战士整个在行军过程中整个经历的这个感受，然后整个团队感。对，原来其实设计是3天，后来很难实现，当时想他们在户外扎营然后继续走，但是当时条件的限制就做了1天，而且让他吃的，哎，吃的也太现代了，西红柿炒鸡蛋，本来是希望只有肉干这种，哦，就是更加接近古代战士他那生活状态，只有水和肉干简单的东西，要更艰苦，对，更原始风貌。是，然后他们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完了就开始做技术训练了，比如跨栏呐、各种变线呐，就这些更多的技术训练。这个其实基础训练还是。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吧，来吧，好吧，来。防脱养元清，去油真勇士。本节目由控油防脱养元清独家冠名播出。就开始练弓箭的课程了。咱们呢要学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弓箭怎么射，怎样射出去才能命中靶心呢？站姿，然后这个怎么看这个靶的位置？右手的轴是平的，跟箭的方向是一致的，平的啊！同学们不要齐，不要沉。看看，感觉一下你们的肩，蹲弓手和拉弓手开始放松。射箭是古代士兵最基本的一个技能了。最重要的是，你演一个士兵，如果你连你自己手上的兵器都玩不溜，那是不能让人相信的。康点，我就是鬼爷那个。你的多重？哎呀，这你都能拉呀！受伤了还得拉弓，这个有点。这里有个46磅。大拇指拉嘛，我们当时是这个拉法。二。帅，太帅。开弓。就可以撒放，食指先放，定式叫撒，然后放拇指啊，靠住以后，备，射。哎，第一次射箭哎。哎呀，不是，我是不是先把心沉下来、静下来吗？啊啊！我这肯定中。太好了。这高手来了，于是都要压轴了。他说他不中，他做20个波比跳。做20个波比跳，这是。他搞一下。好的，20个跳吧，是不是差了一点点？自己还震惊了呢，差了一点点。没事，等会再录一条，就直到我打中为止，好吧？只要一个星期把它做到非常好的状态。
它就相当于这是悬空的红布，我们想靠这儿，这不是直接就往下了。脚疼，这个太软了，直接踩在上了。然后你落地是怎么落的？直接背着的地。啊，后背着地。震了一下，震了一下。没事，来走一走。家里我靠，哎。射箭它可能就是射得很准，你把手保持稳定，这些都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做骑射的话，很多因素影响你，包括很快的速度，还有一点克服你的恐惧感，因为你要双手射箭嘛。马突然间撂蹶子或者突然间跑偏怎么办？任何一个人都会怕这一点。骑射是完完全全要再上升一个空间。摔下来的时候想啥呢？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我觉得我摔不疼，因为他已经停了，我就武术课的一个前滚翻，把金米找回来，滚翻。我觉得我反应做的没有问题。You stand up, aim, and then pull it out. And when you are almost next to it, then you shoot. Keep your balance nice and straight. Put it in. Aim and shoot. Okay. 来吧。放再放低。哎呦。Good job. Very nice. Don't lean so much forward.There you go. 再来一个。我很喜欢射箭，射箭是可以让我非常解压的一个事情，它可以让你非常平静，因为射箭这个东西是跟自己较量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很兴奋，我心里就是一直喜欢这种，我必须要做到底，就是每天练，每天练。这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大量的练习，打破所有人的预设。我每天查资料，每天去看各种人的宿舍，我开始在外面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会就给自己加练。相信就是说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有一个展示叫剑舞剑盾，其实就是战舞，既有这个战斗的方式动作，同时又是把它这个舞蹈化。刘涵好孤独啊，刘涵。刘涵在无实物表演。刘涵信念感太强了。你们那个几个高的同学啊，你们能不能把他弓步做低一点，就站得直直的，就到这八拍就站得直直的，就剩你们最突出了。啊！老师又发威了，真的。来，对呀，对呀，对，再来，再来，再来。那应该是这个姿势。对，对，对，对。预备，往前，慢慢分开。小林，往后。敲完了，你们还没蹲下，一般残兵败将的。来，我脱下啊！如果你要这个时候，这是完全可以穿到胸膛里面的，是这样，而不是这样啊，而不是这样啊。每个人的压力很大。因为马上就要到终点，大家都很期待到底结果是什么。哪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就是一直在改进，大家都非常的专注，然后很团结。他们整体的那个古人的气质，嗯，已经开始成型了。是。有点可惜我没有跟他们一起上武术马术课，非常想参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肯定是收获很多了，当然了欢乐也很多，作为我们今天呢也少不了要跟大家互动。来，一到这个环节，各位请移步到中间。黄线里边是舞台区。短片的内容有看到你们很辛苦的练习射箭吗？所以接下来这个游戏就跟射箭有关系。对你想发射目标这个人，你先喊他的名字，然后你自己做一个拟声词，被接收到箭这个人做出一个反应，再喊下一个人。对对，反正就是你可以想象了，你任意任意。OK OK OK。谁先来？从谁开始？您先。我选一个吗？你往后放，你肯定很精彩。来，黄希燕，黄希燕，哇，这样，哇，这样要杀青了。哇，气得脸都白了，是吧？能炸！就哦，哎呦，还拔出来！
神枪手。于是，真傻。蚂蚁，蚂蚁，干嘛还穿过来？这耳朵也出来了。这是金箍棒吗？这是。纳西，喂。纳西，喂。嗨，哎呦，嗨，哇，哎，才接住了，哇，厉害。哎。我的簪子呢？我的簪子，我的簪子。娜娜。还有谁啊？这小林，小林。哎呦呵，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哎呦，哎，这也是东方不败。这个，哎呦！导演还要点评吗？这一趴要点评吗？No， 不点评。退出训练营，我什么都没看见。接下来马上就要到这个三公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吧，来吧，好吧，来。哦，倒计时，一、二、三。嗯，屁股这儿。快汇报吧，所以要努力点。哎呀，每个人都肯定心里都会有波动的，已经不太平静了。每个人都学了很多东西。不想觉得我的努力白费，现在就证明我自己。前两个阶段的汇报演出考核了表演、武术、马术、舞乐，这一次将考核学员们第三阶段的训练成果。通过最终考核，挑选出表现优秀的人成为主角。说实话挺紧张的，因为太多人了。帅的嘞。屁股还是很帅的哈，嗯，你看你好僵硬啊，肌肉大，哎呀，这段鼓是那些雪寒打的，是吧？对，那边打鼓的，哦，这段挺那啥的。他们受伤，嗯，带人回去。给我做准备。
觉得柳乐跟我一组真的挺遭罪的，挺遭罪的啊！怎么往死里干的呢？王力宏，眼神不一样了，每个人。对，其实好多自己后来设计了一下。刚才回头这表情可以。我老师准备。自己心中的理想角色就是将军，将军的气质，最重要的还是男子气概，武技高超。我觉得我个人的状态，包括个人的形象，觉得是比较接近杨戬这个角色的。帅的，哎呀，可爱！点赞了还行。我觉得演得非常非常好，我是很有压力的。没有发挥到最好，有点没有放出来。等会儿有一段戏，希望我可以演得好一点。
彩。我就看了这段表演，然后把剧本里面原来那个庆功宴的舞蹈换成了他们的战舞。各位大王，现战无助性，有力量的。敬礼，参见大王。参见大王。一排大王。今天是我们在第三次在风泉训练营汇报的展示，也是在北京最后一次了。非常感谢剧组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训练条件。在此期间，我们不论是饮食还是生活学习，都得到了各位老师的贴心的照顾。哭，教练哭，是不是教练？这太坏了！感激，也很感动。在此，谢谢各位主唱和老师，同学们，干劲你！好了，今天好。如果结果和你们期待的不一样，会后悔来去卫衣？应该不会，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主角只有一个，总不能说导演给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一个主角，不可能。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因为毕竟在这学到了这么多东西，对吧？又不是白来，学了这么多东西，你就出去不管以后做什么，这都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就因为东西已经长在你自己身上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用。就有些东西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只能去做自己力所能及做到最好的事情。无论结果怎么样，如果拿到不拿到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成长了就行了。啊，好难得啊，这段经历很感人啊，真的。先给自己鼓励一下吧，不容易啊。哇，看到这里好感动啊。对，其实到这个阶段已经明显感觉到封神训练营带给大家的这个成长和变化。嗯，我看最后刘涵出来他说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嗯，而且你能发现大家在集体表演鼓的那段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脱胎换骨。其实那段很难，他没有一个提示音一样的节奏，大家除了要听鼓点的声音，还要记走位，还要记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就是完全像导演最初期待大家那样，就是你要一心多用的，你要顾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各位看完刚才这段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哭！我头一次看到一个男生站在那儿，一帮男的在后边说哭！男人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谁都知道他感动了，嗯，但是就那一下，我就是要搞一下气氛，但我不肯把那个眼泪在那一刻就流出来，我感觉的那个就是团队的精神到最后，因为为什么我刚刚一看他们男生的那个质子舞，当时刘涵是最年轻，他是最小的那个，所以他们当时是让刘涵代表大家去说这一段话。Thank you.
起继续看下去。哎呀，我也想看。最后一个阶段了吗？要从这里面选出重要的角色了，就是要看你最后的效果，你是不是这个人物，那个瞬间你演不演好，就大家就真的要拼了。开机。没办法跟你解释，我举个例子，我把牙咬得那么紧，一直有三个半小时都没有张开过嘴巴。有个家伙穿着老式的半筒靴，鞋头是尖的，他就用那个踢我的脸。当时窗下有一些妇女在唱歌，而我却记住了曲调。时间就快到了，他们就快用刑具来折磨我了。可是我被蒙骗了，我将毫无意义的受苦，我不知道有什么价值的死去。人们甘心就可以泛滥取胜，你就是为了这一个人，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诮，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被逆流而退，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内劫，这帮东西哪一种更高贵？我一心爱着，如今我也向你说出来了，因为这一心已经无关紧要。对，这无关紧要。那我呢？我也该堵住耳朵吗？我不愿意听你们议论，见过牲口死去，我宁愿同他们一样默默的死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导演，我想问一下，有一些朋友是有角色吗？那你是怎么通知他们吗？打电话吗？还是到每个房间去亲自跟他们讲？啊，那不会。嗯。每一次汇报之后，主创都会开会，嗯，然后讨论一下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在训练营的时候是不知道剧本，嗯，就不知道具体人物都有谁，预设他都不知道，只有我们几个主创知道。嗯，我们一直在做剧本，那个开剧本会啊什么的，然后大概会做讨论，然后最后我确定下来每一个人拿到哪一个角色，然后会通知他们。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这是在青岛了，我们要开始进行针对性的工作，要围堵。不料叛贼苏护竟然说他没有孙权孝这个儿子。然后分场排练，我是你们所有人的父亲。好，快！他们几个就是定向练了。对，动作戏的排练动作。然后下面是文戏，排下文戏。受命不待，求我包哥。分角色之后的训练，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之前有想过，幻想我如果能拿到一个电影的男一号，我那肯定第一声给我妈来，妈，我拿到男一号了，什么陈，就是没有。我当时甚至连这个都忘了，我绝对都没有告诉我妈，我说我拿到一个很好的角色。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很有压力。我说，导演竟然真的选了我做男一号，我要去怎么拍？我要怎么能够？不辜负他们。12岁那年，我作别父兄离开了那片麦田，被送来朝歌做质子，还有各方诸侯的儿子，我们无一例外的都崇拜殷寿。他不仅是我们部队的主帅，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们的榜样。如果有机会，我们都愿意为他牺牲性命。你只是在说你想成为英雄，那你的英雄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英雄？人物解析。他所说的我想当一个英雄去上战场，12岁的小孩应该是很天真的。只是他的一个梦想。就是你对质子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是特别的了解？会了解一点，不会完全了解。知道他到底代表了什么，对吧？对，只是知道我可以去到那样一个城市，看到更为发达更为也不是他，我觉得他是觉得他有可能会成为他所想的那样。对的，你看，比如说在这个里边，他就有一个点说我要去到那个城市，对于他的这个人物这一块来讲，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么重要环节的东西，是我一定要找到依据，我的心里要有依据，我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怎么演？我没有说我让你成为我的什么，我又不是我演技法。又生气了，老师又生气了。因为我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嘛，然后没有系统的学过表演，其实我是很紧张的。然后我读了剧本，把所有关于姬发的片段我全都读了一遍。后来发现姬发想要的生活是我要做一名战士，是用我自己的人生安全去换我的梦想。就我当我知道我是主角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就都很焦虑。你看你那时候的采访状态怎么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人是吧？那才是真实的我，是吧？导演，哀人是吧？因为确实对于我们现阶段来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能力去塑造一个人物，所以说前期真的是靠导演，就是带着我们一块儿去深发练习呀，然后就做很多的一些准备。我们先这样啊，先不用剧本。因为你们两个这个人物关系太重要了。你说两个都彼此都不懂对方的人，然后去演一个为了他我能去死，为了他我能开始要怎么着复仇，那我都不信。然后还要知道说我们要去为了这个角色，然后把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然后相互作用于你们两个人。对，你可以用借鉴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你可以把他借鉴你的那个朋友，然后这个事情然后再拧巴一些，必须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俩故事里面演的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有些专门针对他们两个建立情感关系的训练。于是写的海亮啊，陈海亮，对吧？又痛失我的艺名了。身高1.86米，也算正常人。18.7，幺。那这个是错的。严格。然后鞋码42，对。还是41啊？42。有人给我求证了。臭你操！好好找一个地方啊，找一个地方能把自己藏起来。他肯定在厕所躲起来，然后我故意找不到。莫奇多，还记得吗？这个有点忘记了，但是这一下我又想起来了。你看到这画面？电梯不下去，不行，又上厕所了。你看，我就知道。开始，3分钟。我还拿着剑去找他，直奔厕所。哎，没找着。1分。怎么彪子在这呀？猴哥，干嘛呀？彪子在干什么？他彪子把我的兄弟藏起来了。20。他就是觉得他在厕所。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我30秒，我就说不出意外。就是默契吧，就是大家都会躲在厕所里面，然后去在那里面交流，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一的这个意识应该是他应该躲在厕所里了。他之前他跟于适不在一个组。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剧本故事是什么，是我分的，谁是适合演殷郊的，都在殷郊组，所以他那组全是我们殷郊的备选演员，啊，于是那个组全是姬发的备选演员。第三阶段的时候，然后到第四阶段，他们就拿到角色了，确定下来了。
其实我们平常日常中的这个情感都是比较深厚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打球、出去玩、吃饭什么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工作起来，以这个角色的身份并肩作战，然后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他是需要去我们静下心来，去给他做一个梳理的。在处理角色的时候，就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内容，有更多层次的这个角色上的这个灵感就会出现，就会跟他聊这个，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有帮助。乐器，我古琴这个东西是我后期学的，挺让我头疼的。你大指没有推，你看完一家人感觉。那我得这么推，老师。哎，我现在感觉食指他自己管不了他，管不了他。听不懂的。十岁以内的哈，可能会有点儿。我以为他是。上边有这个简谱，其实古琴谱是指示底下。老师，我困了。我的潜台词是，这说的是什么呀？就你看我这个，那种粗汉子突然去玩一个很儒雅的一个乐器的时候，你哎呀，就特别笨拙，就是特别笨重。对，就是小心翼翼的去拨那个琴弦，就那种画面特别搞笑。穿了他最近手腕有点多，是不是弹这个曲子弹的？上天觉得我跟他不能说话。我老穿着背心就在那去弹琴，那么粗的一个臂膀的一个男的，然后坐到这儿，就跟小孩子一样的，就是慢慢的去学习这个乐器，就那种画面，我觉得还挺搞笑的。我那手真的。你干什么玩意儿？感觉手被电了，你知道吗？为了深入这个角色，写了古琴，甚至考了一个四级的考试。哇！好，手松下来。特别喜欢古琴，这是古琴帮我找到那个耐心。我学了各种各样的舞蹈。单线任务。为了那个练不到两分钟，都练了差不多两年。对，这段还练了两年啊。导演想妲己想更像一个动物，所以我去动物园拍了一些视频，然后模仿它。白狐，哇塞，好可爱，好小。每天早上看视频，睡觉之前。要看视频，看一些狐狸啊，看它怎么动，怎么反应。对，就是模仿它，完全模仿。先是不知道，先是不知道，然后是害怕，啊，然后害怕就身体就收缩，然后攻击是需要动作忽然的打开，是大的动作攻击，啊，它有这样攻击，那么它也有，好，然后这次我会五秒一直喊到三十，然后在三十里边只要一些状态和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很像，
是我。咱这个柔韧性就这动作都不行，架那儿就不行，起不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哇，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好，拿剑来攻击你。好，来攻击你。好，预备，三、二、一，开始，攻击进去。好。哇！很像是。哇！OK， 好。好，这任何动物它做不出这个动作，只有从外向里。哦，左手这样，右手这样，好吧？好，再来，开始。啊，是排练他跟殷郊那场对打的，嗯，因为动作戏非常需要两个人的节奏要配合上，要不很容易受伤。受伤那一扎那个动作。上来，快来！全戏结束。太坏了吧，这个，嗯。第三次汇报的时候，我争取了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枪，反正也通过那次，然后导演给我机会去试了杨戬的妆。这个真的第一次见，不行。但是我当那个妆化完之后，衣服穿上之后，我觉得和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自己看到也摇摇头。导演可能觉得，哎，也太看你看了照片，可能觉得也笑了，我真的不太适合。后来就，嗯，就走上了成标的道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西伯侯姬昌，只会耕田种地。你姬发穿上铠甲，也就还是一个西岐农夫。带着两个人往前凑。还一身大粪味儿啊！这把我的父亲西伯不是西伯。你肯定父亲西伯侯，你父亲北伯侯重侯。啊，可能当时也有一点点的，就是小抗拒，知道吗？因为觉得哇，我这么正直、这么善良一个人，让我演点反派，真是，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看错人了？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在重点名单里面，所以我非常着急。你想唱歌啊？就是有听到杨戬这个角色还没定，然后我就开始练枪。你这是练了第几天了？今天第三天。那你有没有信心能练好？有。那加油。加油。然后也有打给导演看，就等那个杨戬是不是我这样。我叫紫砂，然后我在《封神三部曲》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杨戬。一开始导演不是宣布角色了吗？真没想到还会是这个比较合格的质子了。再到后来八月份就确定让我演杨戬。但是杨戬的话就跟我之前的动作和形体完全是不一样的，停个月，所以只能从头再来，从零开始。哎，就一个动作练一天，上午下午不停的练，不停的练。有一段时间我失眠、长痘、睡不好，内分泌完全失调。疯了，要上链接了，上了哪吒。
他俩会不会经常会在一块儿吧？会在一块儿，在剧里面一直都在一块儿嘛，在生活下面也是，他皮的时候是很皮。你甩他，板板，想尽一切办法就在他身上待着。哎呦我的天，我都觉得疼。下来，下来。不下。技术还挺高。此丹乃是天才天心，在天中的师傅这么忙的，管谁叫师傅？天天想帮猪八戒，师叔，师叔这么忙的，我瞎笑，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哪吒，好像啊，哪吒，修道之人不能喝酒，你破戒了。哎，师傅你也喝了？又笑师傅？谁是你师傅？谁是你师傅？定角色其实已经都定好了，就会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的自己不够好吧，对。然后其实中间有点想放弃。已经算是在谷底了吧，然后我跟小林、李云瑞都是一样，我们都在谷底。那个时间就比较迷茫，比较，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希望，我是不是会被放弃的？哦，这边还继续训练体能。对，我很庆幸的是，我当时把这些杂念给抛掉了，我还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每天都在努力，我在变得更好。我在这儿每天的意义就是在进步，就是要成长。很多工作人员就叫我不要放弃，然后因为他们都说还没有到最后一刻。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导演感动了吧。后来因为就是机缘巧合下，就被导演分配到姜文这个角色，然后也跟小林一起，他也同一天就是被通知要演恶顺，我们都非常开心。先把我们排过的那场那个调度的一些东西确定了，帮他俩，明白了，好吗？然后姜文焕他在第一部的话，他是一个比较犹豫不决的一个人。第一部他的总目标就是想要当他父亲的好儿子。就尤其是他死了之后，你会对这个好儿子的定义标准有了新的认识。当然是就觉得崩溃吧，算是崩溃了。我的父亲，我就是本来都可以告诉我该怎么选择。但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成长非常大，所以就会开始自己做决定。你自己生活当中也有这样。我的父亲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就是脑中风，然后就躺了6年。因为他是在一夕之间就是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变成那样，变植物人，然后6年之后过世。就我就是在想，如果不是一夕之间，就是至少还可以交代很多东西，或者是聊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挺遗憾的，没有跟他说到什么，或者是带他出去玩啊之类的。所以他跟我说要继续活下去的时候，其实蛮多画面。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遗憾的东西运用到自己这个片段里面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一种宣泄，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的。对，你可以让它充实起来。就是我想要就是把我内心最真诚的东西给观众看，然后让他们感动，如果他们感动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哎呀，太感动了，这个。哭了没？没。怎么不哭？泛泪。先问一下西燕啊，就其实你拿到这个角色，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第一个感受是，我觉得这八个月的努力，就是没有白费。然后尤其是我在最后一个月在争取杨戬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没有白练。然后最后拿到姜文焕这个角色，我当然是就真的很值得。你有怀疑过你这一段时间的坚持是否值得吗？有，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一个比较不会去特意的展现自己的人，所以就觉得挺担心的，因为我跟他录过节目，我对他的判断啊，他应该是属于那种默默努力的那种性格，就是我把这个事情先自己练到我心里有数了，然后我再去行动。是，所以那段时间，因为他们俩跟我聊过，说心里很慌。我也想问一下导演，为什么他们俩的角色分得这么晚？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很突出啊，在里面。对，这是因为你们看的都是拍摄的结果了吗？对，因为我工作的方式除了大家看到的这种表演的专业训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从心理学角度去了解他们每个人的真实的情感体验和他们跟这个人物的默契度。因为我一直相信表演是用真情实感去塑造人物的，所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就是无论是小林还是小黄，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特别内敛的人。我知道他们心里可能在想我的努力是不是被看见，但是我希望你们相信我都看得见。对，一个专业的导演他会观察每一个细节。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做到100%之后我才给别人看。他们在练杨戬，给我发了一些片段，我也都看了。你展现给我的只是你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我知道你这小很小的一部分其实是由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来汇聚出来的。我是能感受到的这些，所以你不用担心，该看见的人就会看见。你们俩在寝室聊过这件事情吗？聊过。你们会不会怀疑是同一个寝室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俩住一个屋，结果我们被接不到通知？这没有，其实因为我当时有一种，哇，大家都已经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了，就好像自己没有努力的方向，所以当时就是可能也就是继续的表演动作，然后台词，然后一些基本功的往前推进，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再努把力，反正别放弃，对，别放弃。但是拿到角色那一天还能记得吗？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个时候其实就好像惊喜来的，就是有点让我有点懵。我记得好像是在动作棚的时候，然后过来通知这件事情。是不是到表演教室啊？是有老师过来通知你们是吗？都是表演老师跟我们说这个东西，但是其实也是单独的，不是两个人一起的。这个事儿想想也是挺后怕的。万一有一个有角色，另一个说没有你的角色，那不也很悲伤吗？那个。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每一个参加训练的演员都会给角色，如果没有得到这些活猴子质子的角色，他也可以演其他的那些白副长。对，那些我所有训练的演员，只要他愿意留下，我们都给他机会都出镜。另外还有一个演员之间还有搭配。就是我定了几个重要角色之后，我才能搭出跟他们怎么搭的关系。就比如我先定了于适和陈牧驰演姬发和殷郊，我定了杨戬是刺杀，我们要把所有演员放在一块儿，比如这五个质子应该怎么搭配，它色彩才丰富，它不能有重复的问题。因为拍戏它需要每个角色有它自己的色彩，因为侯文元一出来色彩非常鲜明，他肯定就是重影彪，没有人可以跟他争的。因为那么霸道，那么自恋的形象，非重影彪莫属。你觉得是不是看错人了？非重影彪莫属。
今天这集看得我们很感动啊，又然后又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这个封神开榜时刻了。来吧，咱们现在也情绪活跃起来，好吗？来，对，今天要开什么榜，请上榜。今天我们要开的什么榜？大家要猜一猜。要不要猜一猜？好像我们的榜跟每一期的内容有点关系，有点关联的。对，这一期讲到大家确定了自己的角色了，会不会跟这个走向有关？来，每个人说一个，你说什么？第一荒，第一拼，第一定，第一定。好好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本期封神榜要开的是。封神第一，冲跟拼啊，一个意思，意思差不多，差不多，行吧，那这样第一冲，咱们说还是依次来领取你们的玉环，谁有灵感谁就冲，来上，来小黄，来，你们觉得本期应该获得封神第一冲的人是？这必须给我们的于氏先生，我给娜娜，在陌生的国度冲，谢谢。第一冲，因为他我们做什么动作或者是什么需要示范的东西，他感觉都是先冲在第一个。嗯，对于是冲劲太强了，这不好投，因为都很拼他们。对，都挺拼的，真的，大家都挺拼的。对，小黄，冲，坚持自己的判断。我是简哥，我觉得是于是，他确实是，各个科啊他都冲在第一个。我觉得咱俩先给投了，不然的话难题会落在咱们身上，就是有点没法平衡，对吧？就我们俩自己要领这个锅。我们各选一个吧，今天在场的我觉得这样我们就平衡投，然后看导演怎么投，好不好？对，纳西也很拼呢，纳西跟芈月都值得。到导演了，到导演了。导演的选择是我们给紫砂吧。好，给紫砂。我给紫砂。哇，所以今天出现了并列是吧？平局。并列，紫砂和于氏。但是我们的规则是，如果出现平局的话，两个人要30秒 PK， 但是另外一个没有来，怎么办？我们用水遁把他请到现场。怎么办？我来替简哥。没事，我给了，你揽了个活吧。不，于是要为自己拉票。不是，我自己就不给自己拉票了，因为我觉得这不用尴尬，你门门都是第一，门门都是第一。没，就是，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其实都很努力，其实这所有人来封神训练营，其实都是心中有这个梦想，然后希望能够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向梦想冲。对，都是在向梦想冲。其实最后那个结果。反正一定是所有人都在进步，一定是比刚刚进入训练营那天更出色了。我觉得大家都冲得挺好的。那先给我们所有人，大家继续努力。我们跟大家相约下周同一时间见喽。下周再见。拜拜。准备节目了吗？大家准备啊，准备了。哇，可以耶。那是小林吗？可是这里跳得很好呀。黄老师教的这个舞。经测试舞决定，从零开始教。大家已经转景到了这个青岛格斗。啊，我这节课很好玩，很好玩。现在开始。哇，真打哎！哎，这打得挺大力的。这挨于是一拳也得缓一会儿。我觉得我就是霸王，我要打10个。他那时候精神就不太正常。你才精神不正常。这队有意思，这重量级差的有点大。都不躲不闪躲的吗？哇哇哦！沙滩拉练日，谁呀？
Baby, I'm yours. 喂，我服了，猴哥。疯了疯了，我们的精神状态好像真的不是很正常，真的不是很正常。并排跑就帅。封神训练研究看就完了。这期好好笑。在等彩蛋吗？别等了，这一期没有彩蛋。